弟兄姐妹，早上呢，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，在早晨的时候呢，我们第一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要来赞美他，来将荣耀来归给他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预备你的心，我们大大来赞美我们的主。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，是的主啊，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，阿们，在你里面义无挂虑，喜乐满意，常常感谢不住祷告，盼望在于你，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，在你天中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，阿们，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，在你里面义无挂虑，喜乐满意，常常感谢不住祷告，盼望在于你，我要全心
神就在这里，我们欢迎你，让一切焦点转向你。神就在这里，我们欢迎你，宝座前敬拜不停息，天上地下合一敬拜，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，荣耀归于你，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让我们一起来宣告，神就在这里，神就在这里。我们当中，你配得一切的敬拜，主你配得一切的荣耀，主啊，荣耀都来归给你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早晨我们大大来赞美你，配得一切的敬拜和荣耀的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早上，主，我们定义就要来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全心来赞美你，我们要在你的棚子里面，哦，主啊，来欢呼，来赞美。主啊，我们定义要快乐。主啊，不是我们没有事情，不是没有重担，但是今天早上，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是的，神，你就在这里，你就在这里。所以我们定义要欢喜快乐。主啊，我们要在你面前来欢呼，来将那当归给你的荣耀都来归给你。是的，亲爱的主啊，早上主，我们定义要来赞美你，因为主，你是配得的主，你是配得的主。赞美的赞美你，主，是的，你极配的荣耀的赞美。阿门。主，你是天上地下掌管一切的上帝。阿门。主，我们早晨一天已经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在你的手中。是的。主，我们就要大大的来赞美你。主，愿在你里面知道有良善的心意。阿门。主，知道在你里面有拯救。主，因着这些我们就欢喜快乐。是的。主，没有仇敌在我们面前，只有上帝在我们面前。是的。是的。你怎么欢喜快乐，大大的来赞美你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。亲爱的主，荣耀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心里就满了欢乐，满了赞美。主啊，你本是荣耀的神，主，在你面前一切都消散，一切都要过去。奉耶稣的名，我们单单站在神的面前，看见神的荣耀，我们心里就欢喜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让我们更多更多的浸泡在你的荣耀当中，一同享受赞美你的喜乐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正在这里，你在这里，你就是我们眼前的荣耀，你配得一切的赞美。我们一切的赞美祷告是靠你宝贵的圣名。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用一段的时间呢，我们一起来看祷告这个主题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，在以色列呢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整个一个祷告的一个中心呢，所有神的百姓的中心都是围绕着主的一个圣殿。所以你可以
甚至这样讲，圣殿呢是所有一切敬拜的中心，圣殿呢是所有人们来朝见主来祷告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呢，你知道的话，圣殿里面呢，它是分的三个部分，我们也分它是分外院，我们也分圣所跟至圣所。所以我们大概用两个礼拜的一个时间呢，来跟各位来分享神的殿。我们来经历在神的殿里面呢，我们来到神的圣殿，我们每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从外院开始，我们就来敬拜我们的主，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祷告这个主题，也借着祷告这个主题呢，更认识主他自己。所以早上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，这段的经文呢是在诗篇的100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非常好记忆的诗篇100篇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这是一个称谢的诗啊，诗篇100篇。他说，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上帝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呢是直到万代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注意到一件事情？他说，诗人说，你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来歌唱，我们来敬拜的时候，这不是只是唱唱歌而已。诗人甚至说，这是来侍奉耶和华。所以说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。我不晓得你乐不乐意，但是我巴不得说，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早上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带着一个乐意的心，一个乐意的灵，我就是来侍奉耶和华。怎么侍奉呢？我们先来歌唱，我们先来赞美他。你要晓得他是神啊，他是上帝。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来赞美你觉得很困难哦，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各式各样的一些的思虑，各式各样的一个重担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诗人说，你要知道耶和华是上帝，耶和华是神。当你眼睛打开看见他是神，他是上帝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就有办法来赞美。因为你发现你的问题不是你的上帝，你的一切的这些担忧的事情他不能掌管你，因为他是上帝。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他是神，你说他是神，那跟我们什么关系呢？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是他的民，我们是他的羊。因为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的羊的一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是我们的好牧者，他亲自引领带领我们。然后后面这边讲很重要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开口来感谢我们的主，开口来赞美他。当以色列人要进入圣殿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重要的概念，称谢来进入他的门。你不是充满了苦毒埋怨来进入的，其实很多时候你是进入不了的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跟着牧师试试看。我们是称什么呢？称谢进入他的门，然后赞美进入他的院。我们要来朝见上帝。很多的时候你觉得离神很远，你试试看好吗？你试试看，我们用称谢来进入他的门，以赞美来进入他的院，我们来感谢他，来称颂他的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你的环境再怎么样变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不改变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的，所以我们应当来称谢他，来赞美他。好吧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的经文。第二段经文记载在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5:16-18，经文是这样说的：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当你早上起来，我不知道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念头。很多时候我们早上想起来是想到今天的忧虑，今天的烦恼，让忧虑跟烦恼一早起来就跟着我们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要让那些忧虑，那些感觉会发生的事情影响在我们里面。神说常常喜乐，早上的时候我们就跨越过我们的思想，让喜乐先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遇见会看到值得谢恩的事情。是的，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怎么想都想到说啊，今天不会发生什么好事情，我总是带着愁苦面对家人，面对一切。但是神说凡事谢恩，
弟兄姐妹，你相信今天你遇到所有的事情，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好了。Amen, 那个恩典已经在那边够用了吗？是的，我非常的相信，让这个神的心意从早晨就流到我们心里来。Amen, 经文最后告诉说，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，这是上帝说你早上起来就要做的事情。好像早晨我们起来去发动车子的时候，知道里面一定要加油，一定要发动，车子才会开出去。弟兄姐妹，那你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你是拿什么油加进去呢？圣经跟我们说，喜乐是我们的油，谢恩是我们油，让我们早上起来用上帝的方程式成我们一天的开始，让经文的力量记到我们生命当中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阿门，阿门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今早就直接有一个很好的操练。阿门。你也许你现在心情很快乐，我们一起来仰望神。你把你的心情放在神的手中。Amen, 也许你的心情也许有些难过，也许你想到你昨天晚上或是前天你所发生的事情，你说我不知道怎么交托。很简单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单单一起看神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看神好不好？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就放在他的身上，就说，神啊，我不管我经历什么事情，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都放在恩主你的手中。Amen, 是的，我把这些都放在荣耀的神的面前。我今天我不为着别的了，我把我自己在神的面前算得了什么，我先摆在一边，我单单看见那个已经定在那边永不改变的神，说，神啊，我仰望你。是的，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。是的，你看我，让我进到你的里面。Amen, 让我看见你现在就坐在这里。是的，让我就看见主啊，你是何等美好，何等奇妙的神。Amen, 神啊，你本来就配得一切的赞美。Amen, 你创造世界的时候，你就是这么的美好。是的，让我心里面就单单向你歌唱。是的，让我的心里面就单单的向你的仰望。Amen, 说主啊，主啊，当我靠近你的时候，原来你自己就是这么的美好。 Amen, 原来你自己就叫我忍不住要赞美你。是的，我里面就不由自主的我就发生了转变。是的，主啊，我只能歇在你的面前。是的，我只能说，主啊，你这么好，你这么棒，我还要什么？是的，这么荣耀的神现在就在我的眼前。Amen, 就坐在我的当中。 Amen, 我可以跟这么美好的神在一起。是的，我只能感谢。Amen, 我只能欢喜。是，我只能快乐。 Amen, 我只能归荣耀给我的主。是的，主。好不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放下来，不要管那些了，神才是你的一切。把你的眼睛看那个神。是的，看那个永不改变的神。是是，好不好，我们一起用祷告，用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你不要等到说等到事情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才能来祷告。亲爱的姐妹，好不好，你做一个尝试，就在今天，不是明天，就是现在。当你今天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存着一个心说，我定义，我就是定义要喜乐。对，我就是要喜乐在神的面前。然后呢，虽然环境不一定是顺利，但是就是在不顺的时候，你试着看看，为你的一切的遭遇先来感谢主，把它交在主的手中。你可以为你的家庭来祷告，来感谢。你可不可以，我们说，为了主啊，你给我这个家，你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家庭，虽然它不一定是完美的，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家庭都不是完美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不可以感谢他呢？我们仍旧来感谢他，为着我们的工作，为着我们的教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到什么呢？我们就先来感谢，为今天定一个调。是的，你为今天定一个调，就是今天我定义要喜乐，我要开口来赞美主，而且呢，我要凡事来谢恩，好吧？我们一起都来祷告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我们的父神，我们一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愿你的话语深深的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。主啊，打开我们的眼睛。是的，我们要进入你的门。主啊，我们用称谢，主，我们用感谢，主，来进入你的门。哦，是的，主，我们以赞美来进入你的院。主啊，让我们嘴巴不再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个埋怨，因为看见
你是我们的上帝，你是我们的神的时候，主啊，而且你的信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哦，主啊，你的慈爱是存到永远的。所以主，我们要发出声音来赞美你。主啊，再大的重担没有关系，我今天还是要先开口来赞美你，因为主你是配得的。主啊，你是配得的，你配得一切的敬拜和赞美的。主，我们为了我们一切的遭遇来感谢你、赞美你。主啊，你让一切下沉的灵离开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定义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用笑脸帮助我们，所以主，我们定义，主啊，我们要也要给你笑脸，甚至在我们的仇敌的面前，主，我们也要给你笑脸，我们就是要欢喜快乐，哈利路亚，因为是你是牧养我们的主，主啊，我们都是你的名，是你草场上的羊，主啊，愿这句话深深的烙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，跟我们的灵里面，让我们真实的看见这件事情。主啊，我们是有主人的，我们不是没有主人的。你说你没有留下我们为孤儿的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所以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可以为每一件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小事，包括那些我们认为是不如意的事情，来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，你一定要帮助我们，不要过一个侥幸的一个生活。主啊，常常 一有遇到事情，我们就挫折，我们就沮丧，我们就常常就觉得说，主啊，你在哪里？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，你永远不离弃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主，你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恳求你这个你的圣灵这时候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你带我们接下来更多的一起祷告在主你的面前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是的，主，我们继续在你面前感谢你。主，早晨的时候孩子要先来说，我们可以起来，就是你的恩典。阿们。主，我们有气息有力量，就是你的恩典。阿们。主，孩子要在你面前开始喜笑，因为我知道今天我的一切困难一切拦阻在你里面都是小事。阿们。主，在里面没有不能解决的方法。主，那个压力在你面前不可能没有平安。主，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最大的上帝。阿们。主，因为这是我们信心依靠的泉源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早晨孩子先在你面前喜乐来来赞美你。哦，主，是的，你真是配得我们的赞美。是的，主，因为我们每天我都想到过去的日，就知道今天问题会有答案。是的，甚至孩子要说今天不会有问题。主，因为今天就是你要赏赐救恩的日子。是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只管站立在你面前，看耶和华的救恩要怎么样临到在我们身上。主，看你要怎么样在我们关系当中进行新的修复。是的，主，我要说要你要今天要怎么样在同事当中赐下我机会。阿们，主，跟他们好好的相处。是的，主，我甚至要说，今天在工作当中，主，我想要看你帮助我怎么样在能力上有新的突破。阿们。哦，主，孩子要说，我今天回到家的时候，我要看到我的孩子、我父母，我要看到新的机会，我会跟他们好好的享受在一起。主，早晨的时候，我就要来说，今天一整天的事情，恶者所放下的那些怀疑、那些恐惧，都不在我们身上。主，因为属你的百姓起来赞美你，属你的百姓起来仰望你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是的。主啊，因此主，我要为着我所经历一切感恩的事情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你何等的奇妙，你让一切这么主让我开心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。主啊，我为着这一切事情，我要说，主，你是预备好的神。主，你是值得赞美的神。主，你让我可以经历这么多，让我这么开心。主，因为你与我一同欢喜。主，我要赞美你。主，我忍不住要向你说，主，你是何等奇妙的神。主，你的旨意超过一切。主啊，我也为着主我所遇到难处的事情，我向你祷告。主，为着这些事情，我向你献上赞美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遇到这些困难，谢谢你让我遭遇这些事情。主啊，主，因为我知道在这些事情上面，主，你依旧掌权。主，你有你极大美好的旨意在里面。主，你从来没有改变过。主，你是这么奇妙的神啊。主啊，我想到主你为我在后面预备的，主，我就忍不住欢喜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主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，所以不论何时，不论不得时，主，我都要赞美你。不论我欢喜，不论我难过，主，我都来到你面前，我开口扬声赞美你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是因为主，我们看见你的慈爱是永不改变的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看见主，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。主啊，那个得胜又得胜的能力，主是复辟在我们身上的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，一次一次的一直看见。主，我们就相信。
信主那个荣耀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我们的盼望也就在你的身上。主啊，我们所有的一切全人都要来赞美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将喜乐赐下来给我们。是的，主啊，谢谢你将许多那信实的确据给了我们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是的，主，你是不改变的主，你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主啊，你从亘古至今，你一直都是那一位信实的主。主啊，你一定要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，主，你的慈爱长存的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慈爱，我们需要你的恩典，主，我们需要你的怜悯。主啊，今天主啊一开始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就要纪念这件事情。主，你是不离开我们的。主啊，我们是你所牧养的羊。主啊，你是不会放开我们，你是不会放弃我们，你对我们的爱是不会离开我们的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确据。主啊，不是我们的感觉，而是你的话是不改变的。因为有这样的确据，是的，主啊，今天我们要存着一个赞美跟感恩的心，主啊，过出活出我们今天的一天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将荣耀都来归给你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乐意来侍奉耶和华，来向他来歌唱，乐意侍奉耶和华，来向他歌唱。所以我们大声来唱，我要全心赞美，跳舞来颂扬你名。天上地下。